迈入第29年的2024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天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开幕，主题为童玩的多重宇宙。在开幕典礼当中，安排多个外国团队一一来进场，接受众人欢迎。新歌的蓝绿风调过新歌民族舞台，开幕表演节目还搭配了童玩的多重宇宙活动主题，安排西方管乐以及东方鼓艺迎宾开场，邀请了世界冠军团队上演精彩的童玩马戏秀，国际级的专业亮点团队法国的弹跳高跷剧团带来的起飞秀，还有太空舞者的特技绸吊演出，表演是精彩万分，让游客惊呼连连。县长、议长以及来宾随后一同来进行启动仪式，宣告2024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正式展开，为期44天，一直到8月18号，要带领观众一起来进入童玩的异想世界。好山好水好环境，人情味非常的浓厚。那呢，今年是2024宜兰国际童玩节，我们邀请了50多个团队，还有18个国家，我们的表演团队带动观光、带动繁荣、带动商机、带动市农工商的发展，还有我们的随意的活动，我们的随意的木马，还有呢，我们飞越东山河，还有呢攀爬，还有很多的项目，都欢迎各位共襄盛举。宜兰县政府在这几年当中对县政的推动，我们希望呢能够呢带动观光，带动呢市农工商领导。在这44天，我们童玩节一定会有拥有一个让我们来到我们宜兰所有的旅客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那我在相信这44天当中，我相信也可以邀请在这里突破我们以往40多万名的一个入园人数，来参与我们今年的童玩节。那今年的童玩节，我们也受到我们 Suzuki 的余老板的一个加码，我们可以凭着票根来抽得我们一个汽车的一个奖项。那在这边呼吁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在这7月6号到8月18号之间，来到我们宜兰消费，促进我们宜兰的一个观光产业。今天童玩艺术节的开办之后，在未来的这44天，都能够带来许多我们各县市这个观光人潮来宜兰入住，也能够带来更多的商机，让我们宜兰真正的这个在2004、2003之后能够来复苏，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Lo yahao, nosotros somos Siguichiri, compañía de danza folclórica de México. Gracias. Hey, son, 你好。
2024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全面再升级，除了好玩刺激又消暑的水上活动之外，园区的各展馆场域提供游客多元科技互动的全新多重体验，另外也邀请了法国、澳洲、荷兰、韩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的表演团队，县长欢迎全国大小朋友在今年的夏天前来宜兰，一起进入童玩的多重宇宙。看一下右边 on your right。 谢谢。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